那我玩玩看，对，我来玩看看。就是隐藏阶段是让你跑步去加速用的，不然你可能放，就是站在原地太久就会扣血。你可以一直放，一直放。哦，这个没有，哦，没有限制的，我看出来了。我也中了，你有时候可以稍微升低，把它位置变低。好，应该是不会太晕吧？这种。我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问我完全不准，因为我完全不 3D 晕，从来没有一款游戏能让我晕。但是我可以很保证的告诉你，喜宝宝他们玩这个游戏一定会晕，就是，对，我自己是觉得看起来视角转换幅度比正常模式还高非常多，应该是有调好那个视野吧，因为有些人没有调。其实这个场地我做的算是比较小，有感受到。我觉得如果场地这么小的话，你要那个就是把猎人的移速调快，然后把土豆残留时间变少，会我觉得会相对的比较，就是如果你想走技术项的话，然后如果你是觉得要就是策略型的话，就我觉得这样子可以。是可以两个猎人开始，然后就比较有难度了。没有，可是我跟你讲，为什么我说要调残留时间，就是因为这个猎人一旦多了，全场都是土豆。对，要再减少一些。投资的，看你能不能看得很清楚，因为这个其实有点作弊，可是它算是有花案，花。哦，好漂亮哦！好，我来飞飞看哈。比较像宝宝的，因为这个是一个明信片。哇，你这个有，这个确实有优势，这样子看不清楚你丢了丢在哪个位置，确实哎。陷阱题。不行，我觉得不行，那个魔量还是够我无限飞啊。我已经在飞了，我一直都在飞。你有发现我的脚没落地过？就是我每次都是弹到下一个板子上，然后再飞起来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觉得不行，这样子就是不能让女巫脚完全不用落地，因为这样子他们蹲就没有蹲不蹲的意义了。你飞一下会不会扣很多？没有，他扣很快，但是因为我跑太快了，所以我只要轻点一下，我就能飞下一次。这样子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像，就是我只要轻点一下，我就够我直接那个飞到下一块板子去。这个应该还好，就是只要飞到从头上，然后都不下来。也行啦，你这样讲也没错啦。键按看你能飞多少。等一下，我先，那我要先把我的膜补满。好，飞。哦。其实没满的话，确实，那这样我觉得不错。那我觉得，有一点点。对对对，那我觉得还行。满了的话，我飞不起来耶，我也是飞一，我飞一下就掉下去了。等一下的，飞不起来，你看我的魔条一直在减低，但是我飞不起来。没有，已经满了，满很久了。你看，这样就没了。我长按，但是我一瞬间它就下来了。因为我把它扣模扣很多。我觉得还是你把上限放低一点，然后模不要扣这么快，有办法吗？上限你是说飞起来的高度？对啊，有这可能吗？就是你让那个起飞速度变慢一点，然后模不要扣这么夸张。它
就是我还是可以呜，但是我没办法飞太高这样。